这些的产品呢，还远远不止啦，因为我们刚刚跟大家说明了哈，我们目前呢哈有在我们的南德极品里面的农产渔产的这个项目里面呢哈，有261项，非常非常的一个多元哦。所以呢，刚刚呢我们也特别的邀请了我们的黄事长，还有我们与会的各位贵宾哦，那一块呢来制作我们的极品便当呢，最主要也是透过小小的一个示范哦。让大家可以了解，来看一下我们的正前方哦，正前方，正前方，哇，那个虱目鱼也太漂亮了吧！看向正前方哈、哦，来，大家如果方便，来帮我们比个赞哈、哦，一起啊、哦，比个赞哦。那我们一起来喊一声我们的南德极品在不在，好不好？好，来喊声赞。那我们准备哦，南德极品在不在？在。